萝卜、菜花，快来买喽！新鲜的蔬菜，快来买喽！菜萝卜、小青菜、菜花。护士小姐，怎么样了？胎儿过大，要剖腹，需要家属签字。家属签字啊？对。那我来吧。谢谢啊。护士小姐，手术做完了，还顺利吗？还算顺利，母子平安。你去把费叫一下。好的，谢谢。下次不准晚到一秒钟。进来吧。女主人走的时候应该留下了一份名单，在你手上吗？在我这里。把它交给我。但是我大哥没有说把名单给你。现在我命令你交给我。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名单，不能再放在你那里了。我没带在身上，下次来我给你。你当然不可能带在身上，明天这个时候送到我这里来。是。这是10万块钱，拿去救你儿子吧。今后
你可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玉芬嫂子，哎，怎么样了？可可爱，像我，好可爱啊！坐下来。哎，玉芬啊，那个医药费我已经付了，就是3万块钱，先还你，其他的以后我再还，不好意思了。说好了。哎，你们这啥时候又多出这么多钱来？于老师，我们可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旧社会不能这么干，这新社会了，更不能这么干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干违法的事情呢？这个钱是之前一个朋友跟我借的，我一直不好意思让他还，我就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昨天我给要回来了。哦，那我就心里踏实了。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我们家守业像是犯法的人吗？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教书的。我这也不是说于老师干违法的事儿，这不一下子多出这么多钱来，你说我能不胡思乱想吗？哎，对了，连生怎么样了？嗯，没事了，用了那个盘尼西林好多了。哦，那就好。哎，也不知道我家智慧啊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不这闺女的名字还没起呢。于老师，哎，要不你给我闺女起个名字吧？你这有文化又是教书的，给她起个文气点的名字，别像我似的长大又是个洋派风。好，那我想想啊。嗯，哎，要不就叫马文文。文静也有文化，而且像有花纹的云彩一样的漂亮，你觉得呢？马文文，好，好，就叫马文文，还是于老师有文化啊！马文文，我闺女有名字喽。村长同志啊，马云和少春他们还没回来？还没有。处长回来了。处长，组长，听说于守业一共支付了18万元的住院费用。嗯，第一笔11万元是陆续支付的，最后一笔7万元是一次性支付的。于守业用急需钱的字条传递信息，得到了支付医药费的一大笔钱。是03给他的？很有可能。这个合理推测，还要进一步调查新的证据。可是03总是躲在暗处不出头，不抓于守业，我们很难查清03的线索。03一贯老奸巨猾，始终藏在于守业这些人背后，不留任何痕迹，恐怕连于守业也未必识得他庐山真面目。我们要抓住于守业这个重要的线索，进一步调查新的证据。现在03掌握了于守业等人的社会身份和真实面目，也了解了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但这只是一种单向了解，于守业等人并不了解03的情况。否则于守业也不会只为了借钱就跑到那么远的东浦古渡去传递字条。所以03呢，现在是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他们总会有联系。我们一定要抓住于守业这条重要的线索，摸清03。先不要打草惊蛇，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我们先要沉住气，先叮嘱于守业和03斗智斗勇。郑兰同志啊，一会儿于守业来了以后，你们都把握着点。好，是。
牛同志，请坐，余老。余老师，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你要有思想准备啊。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周胜义偷偷购买吸食鸦片的确凿证据。经过和居委会的慎重研究，考虑到周胜义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又是咱们苏皖的名角周小莲的干娘，那也就是你的干娘了。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影响，决定采取宽大的处理办法。我们对他进行内部控制，不对外扩散此事。希望你和周小莲尽快监督帮助周胜义接触鸦片。哎，一定的，牛同志，我跟小莲劝过他很多次了，可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上了瘾，他干娘他也控制不了，他也听不进去。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说服他，啊，彻底让他戒掉这个烟瘾。你们这么宽待他，他要是再执迷不悟，那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了。好的，于老师，希望你做好他的工作。一定的，一定的。啊，那我告辞了。余守业心里明白，公安机关这样处理干娘，显然是共产党和政府在给干娘留面子，也是给小莲和自己留了个情面。毕竟小莲和干娘关系特殊，抓了干娘，对小莲这个苏皖的名角儿总归是脸上无光的。余守业心里很感激公安机关的一番好意，他这种从旧社会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时代的巨变所抛弃。想到自己误入了零三的特务组织，再加上自己昨天为了救连生向零三借了10万块钱，他顿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共产党和政府。今后一定要想办法尽早还掉零三的钱，尽早摆脱零三的控制，尽早争取立功赎罪。朝鲜人民这样的英勇，在战争开始后迅速反攻，3天就解放了汉城。各个战线在1星期内推进了80公里到115公里，解放了16座重要城市据点和港口岛屿，以及6000个村庄，约20000平方公里的地区。李承晚全部8个师团的兵力已经被歼灭或击溃了6个师团，人民军已击毁了美国的和南朝鲜傀儡的军舰12艘，飞机29架，缴获了大批的美式武器和装备。李承晚傀儡军在人民军反攻的面前迅速崩溃了，傀儡集团的高级官员抱了行李逃命，美军在汉水前线战败了的军官求水而逃。麦克阿瑟29日冒雨飞往前线督战，也不能阻挡人民军的前进。南朝鲜的人民游击队和广大人民到处热烈地欢迎人民军，积极配合作战，扩大了南部解放区。战争的进展与战争挑拨者预期的方向完全相反，这显然地说明了美国走狗李承晚傀儡集团的众叛亲离和腐败无能，说明了美国战犯及其走狗所发动的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侵略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甘心失败，杜鲁门已经下令继续拨款援助李承晚。守业，继续增援麦克阿瑟。一份嫂子刚在外面买了包子，趁热吃吧。海空军扩大侵略范围到38线以北，并且动员了英、澳。这美国要是吃掉朝鲜的话，海空军驻战，以挽救南朝鲜反革命战线的崩溃。谁要吃掉朝鲜？没什么，没什么，吃饭吧。别吃掉朝鲜了，赶紧吃包子吧，趁热吃。好，但是你也吃。来，鸡蛋给你。我够了，多吃一点。这难道不是证明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极端脆弱，手忙脚乱吗？
朝鲜战争开始了，美国第七舰队已经进入台湾海峡。据我观察目前的形势，美国人拿下朝鲜是毫无悬念的，接着便可出兵东北，由美国人配合国军收复大陆，指日可待。等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了，你就可以加官进爵了。我不想做官。你难道就没什么理想吗？过平安的日子就是我的理想，只要大哥大嫂一家能平安的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是胸无大志。理想是不分大小的。还有上次那10万块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哎，虽然我们现在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可眼看就要收复大陆了，借给你的钱就不要你还了。不但不要你还，到时候上峰还会重重的奖赏你。我没为党国做过什么贡献，不必了，无功不受禄。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们潜伏的日子不好过呀，整天提心吊胆的，奖赏是应该的。好了，回去等任务吧。是。起来吧，你该去医院了，我也该去学校了。对呀，要是能不上班，你说这该多好啊！你呀你还真的想把这个当饭吃当酒喝呀？我吃得消，你可吃不消。快起来吧。
大哥，乡下的日子你也过不惯吧？我不是过不惯乡下的日子，只是现在乡下剿匪剿得厉害，我要是再不走，很快就会被他们发现的。乡下又没有人认识你，怎么会抓到你头上呢？就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他们才会查我的底细。到时候，没人会为我遮掩的。所以，我只能又跑回潞城来。这也叫大隐隐于市。待在城里，你也得小心着点儿。解放军可一直都没有说放过你了。我知道。啊，刚才我躲在院子外边，看见一个小白脸从你这儿出去了。是不是又找到新欢了？啊！大哥，我一个女人家，孤孤单单的过日子也难熬啊。你总不能让我为了光城守一辈子活寡吧？那倒不会，你爱找谁找谁，我们朱家是不会管你的。我只是担心这个人是不是可靠。啊，你放心，大哥，他是潞城医院的大夫，叫童舒淇，没什么不可靠的。他结婚了吗？没有。那就跟他成亲，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一个女人靠着一个男人过日子很正常，但是就是不能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那不好。我父母都是高邮县城里的小老百姓，没权没势也没钱，我要想在这潞城里过好日子，只能靠我自己。可我没啥本事，除了这张脸和这个身子是我最大的本钱，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人人都想过好日子，人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可是就是不能为了过好日子想那些歪的邪的办法。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现在暂时没地方去，政府要是发现了我，那我就死定了。我只能先在你这儿避一避。不妨碍你的事吧。您可别这么说，去年你又给我金条又给我房子的，我哪能嫌您碍事呢？知恩图报也是做人的本分，这个我还是知道的。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10月25日以来已经连续得到重要胜利。这些胜利不但已经开始转变了朝鲜的军事形势，而且已经开始挫折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猖狂的凶焰。美英等国反动统治者在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打击下，已经开始感觉到对于亚洲人民的侵略战争前途茫茫，感觉到他们原来的侵占全朝鲜并将战争火焰引向中国的如意算盘的错误而表现惊慌和忧虑。我国爱国同胞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组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击退了已经逼近鸭绿江的疯狂的侵略军。只在这时，帝国主义者原定的狂妄的计划才被打破了，我国人民保卫胜利果实的神圣决心才被认识了。因此，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斗争
乃是关系我国民族根本利益的生死斗争，乃是47500万同胞伟大爱国意志的集中表现。我全国同胞如此热烈拥护志愿部队，全国热血青年纷纷立誓要求参加志愿部队，完全不是偶然的。下面，小林，我上班去了啊。守夜，我想下个月给林生断奶了。断奶？是不是早点了吗？林生都快一岁了，也该断了。我想尽快恢复一下身体，吊吊嗓，练练功。再不出去唱戏赚钱，就那点薪水，也不够咱们一家三口的呀。再说了，你不还欠人10万块钱吗？得尽快还呢。是，我这个教书匠啊，这点薪水的确是入不敷出。不过这样一来，你要吃苦了。我没事儿。哎，按照咱们这里的风俗，这孩子到了一岁，也的确是该断奶了。那我上班去了。嗯，走吧。校长好。校长好。刘校长早。李老师啊。哎。目前呢，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都在庆贺啊，所以我们也准备召开一个全校的师生大会，你代表教师上台做个发言，歌颂抗美援朝，歌颂英雄的志愿军。没有问题。其实这段时间我经常听广播看报纸，对志愿军的事迹也很了解，也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所深深的打动。您放心吧，刘校长，我一定好好准备讲演稿。太好了。嗯，那我上课去了。去吧。对。校长好，校长好。我说你断了奶以后啊，得赶紧练练功，吊吊嗓子，还能赶上这个好机会呢。好，听你的。对了，干娘，你这戒完烟之后，身体感觉怎么样？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难受的。我跟守夜这段时间，光顾着照顾孩子了。等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们好好陪陪你。小莲呐，等再过2年呐，我想把这个戏班子交给你，我呢，就替你们看孩子。听您的。朱班主真要是愿意看孩子呀，那我回头把文文也交给你，我就好出去工作了，省得我在家憋得也难受。哎呀，那太好了。哎，我呀，我就在家里办一个，哎，革命，对，革命幼儿园。哎呦，小牛来了。哎呦，快进屋。小林啊，哎，来帮我开下火。好好好。来，小牛，坐，你们坐啊，我给你们倒水啊。嫂子，别倒了。我今天来跟你说件事。啥事儿啊？马连长，马营长在朝鲜前线，带着当年的徐团长，现在的徐师长视察前沿阵地，突然遭到美国的飞机轰炸。为了救徐师长，牺牲了。这，嫂子，都假的。
小林，今天晚上我来看林生吧，你去玉芬那儿帮他照看一下文文，顺便多陪他说说话。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这马大哥刚一走，她心里肯定不好受。好，我这就过去。你看着连生吧，他要是饿的话，你就喂他点粥，粥在炉子上呢。嗯。身体，带好文文，这样马大哥就会在九泉之下安心了。吃点东西，你就是为了文文，也要吃一点。那是饿了，你怎么不给他喂奶呀？也不知道咋的，我这奶呀一下子突然没了，这文文怎么吸都吸不出来。哟，那你这是回奶了？你太伤心了，所以奶回去了。我们一起顶。
守夜。哎，去学校啊？嗯，文文不哭了。不哭了，喝完奶之后就睡了。小莲，我真的很佩服你，女中豪杰呀。什么女中豪杰？于芬一直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应该帮帮她呀。是啊，多替她分担一些吧。孤儿寡母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嗯，于芬这人好强，以后帮她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们好像是在可怜她。我知道，你放心吧，啊。嗯。行了，赶紧去学校吧。好，那我走了。好了好了，你不是去学校了吗？我刚比落家里了。刚比落家里，这么紧张干嘛呀？没有啊。守夜，你跟我说实话，给连生治病的钱，是不是向保密局借的？会呢，保密局在台湾，怎么会给我钱呢？再说，现在全国开始镇压反革命，哪里有保密局的人呢？没有就好。但愿你能投案自首，跟保密局脱离关系。你看马大哥这么一走，玉芬伤心的连奶水都没有了。我真的不希望你出事。人生一世，岁月悠悠，有人如意，有人哀愁。你求功成名就他乡，平安无忧。人生一世，岁月悠悠，有人体面，有人难受。你求健康长寿，他乡吃穿不愁。是要尊严还是低头？珍惜所有，是要投身还是自由？选择放手，面对现实，努力奋斗，
往事依旧。